也还卖不菜啊？卖去点菜啊，卖去点菜啊。他们认为啊，这个它的这个对健康好处啊，很多。那么这个东西也是观察这些菲律宾人啊，菲律宾岛民是很多椰子，都很健康，你知道吗？他就是他们也吃猪肉，也吃什么东西，他从来没有这个心脏毛病，也没有这个我们有痴呆的东西。他是观察出来，他去研究。如果你说，来，这改销，这改销哈。哎，菠菜和胡椒。哎。叫那个我钓鱼三只鱼哈，冰的沙巴三只。叫那改开个叫鸡肉排。开来三只的乌龟。啊。哎，几块啦？几块就好啦。叫那个青的，青的高贵，哦，叫做高贵，我国国外的啊，美国的来，美国的，啊，这样高级的菜肴，是王家的，我，那当财务都讲，高不要给卖给钱，反正挂下来，反正挂下来，叫菜的，啊，这高啊。豆苗小盖兰，小白菜。啊，豆苗还有好。豆苗，我还买点些辣辣。豆苗买啥呀？啊，最热的啦。老汤菜都两只啦。老汤菜两只。太多菜。你这鱼搞哪个？我讲过，再问。第一个嘞。里面看到砍来，你要看到砍断，像大树就对了。砍断变好吗？对了。老邓。干嘛呀？老邓要啊！哎，老邓，这个听他。哎，听他打破了，听他打破了。
玩啊。喝完了，这杯再去做吧。天上的。